你啦，今天吉米带大家来到了永和区的这个麦克先生来维修吉米膨胀的这个 Apple 的 MBA 13寸的这个笔记型电脑。那它因为电池膨胀呢，造成这个键盘呢凸起，还有这触控板凸起，会碰到萤幕，所以我用一个毛巾给垫起来。第一次换吗？我怎么印象中你之前也有换过？之前我也问过你，后来没换。哦，是哦。对啊。啊，到现在啊？对啊，这个没破，真是哦一块了嘞。就是用拨起来有吧？对啊。所以它还可以操作吗？看起来可以。可以。哦、现在就怕电池这个，到时候你拆掉之后会不会还是这样子，捧不捧不？这种程度真的要拆光。对啊，要拆看看。哦，亮亮。弄的。大意啊。嗯。我第一次看到四颗哦，是啊，通常都是两颗而已、啊。通常都是这两颗。哦，为什么是最外面两颗？不知道。哦，是啊。哇，它碰好厉害啊！红菇都变面菇了。你看，你看，脏死了。哦，所以那这一代其实还蛮好换的，就是这个整个拿下来。后来呢？后来不行了。就都粘在上面的嘛，对不对？我如果说它有膨胀的话，还可以拆、嗯；如果没有膨胀，就难拆、嗯。哦，因为它还是粘死在下面。对。它如果膨胀，它就把它顶起来了。对啊，就膨胀就会、哦、这边底面积就减少，对，比较好拆。啊啊、嗯嗯。哦，我想说新一代好像是说它就直接粘在上面了。我这边要小心，嗯，破掉就很麻烦。也会漏水啊。没有漏还好，怕它里面的一些那种隔离层短路，短路会那个有火花。哦，以聚合物电池。对呀、啊，好多灰尘。好多灰尘。哎，怎么会这么脏呢？对呀、啊，你上次那个也很夸张。你这个跟它差不多、啊。这个用夹子先夹。你不要下电话。十步笑百步啊！脏会点。你把电风扇哦用棉花片包起来，然后看吹起来会不会凉。所以这边呢，强哥呢就非常细心的帮我把这个风扇里面的脏东西全部清掉之后呢，甚至把它拆起来，再把这个风扇给解体，从内部呢来彻底的清洁这个肮脏的风扇哦。那键盘是融掉啊。有变形还是它是软的？没有，它是软的。哦，我想说怎么会？对啊，里面的键盘就这样子。哦，是这样子哈、啊。嗯，原来如此。可是这种是可以拆的，你这种它是用铆钉啊，那、嗯、它是用这种是用螺丝啊、嗯，所以像这样。现在散热空气是从那边进来吗？还是从键盘进来吗？它从侧边。新的有开两边侧孔吗？对，侧孔跟侧边、啊嗯。所以它现在新的都。加一片这个啊、嗯，把它封起来、欸。之前的没有。对啊，之前都是从外面进去啊。所以之前说用那个胶膜，键盘胶膜会影响。嗯，现在倒还好啊，不过现在的胶膜是因为它怕你用到 Retina 的屏幕啊啊，因为粘在上面的造成更多的问题。对。那你建议这盖起来之后，中间再夹一片什么布还是什么的吗？纸就好啊。对，白纸、哦，不用用厚的纸就好。布的话，你要找那种很薄的布、啊。对。为什么要夹？这样才不会摸到萤幕。如果说你都放你的背包里面，背包里面还有别的书有没有？那书就夹着电脑，那电脑就一直在里面被夹夹夹。所以这些应该都是进风进来的地方，是吧？对，所以你这边只要挡住，嗯，它再进来的风量就会变小，就自己就产生更闷热。
干净。你家风扇是不是一年也要清一次？对吧？对，我会忘记带我的那台来整理一下。嗯，没关系，下次拿手机的时候就带。现在是熊蛤蟆，它一开始是碰一点点而已。对，它会碰，先碰这一边，再来这一边。那这两颗其实很少看到。第一次看到大四元。为什么从这边开始？因为它从这边接出来的嘛。不知道。对啊。它那个设计应该是跟红钻的顺序有关吧。嗯，新的应该比较不会的吧？哪有？还是一样啊。时间还没到。哦。那这样子，这样不就比我们之前的还惨了？就是时间到都要，都要更新。我们那2013年用到现在都还头好壮壮。我还有人说还会有小动物进去住的，蟑螂啊。有人就是听到风扇咔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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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开之后就一只蟑螂卡在里面。那怎么？可怕。那它怎么爬进去的？就从出风口爬进去。你看，这边洞这么大。嗯。初步检查好之后呢，强哥来检查键盘跟萤幕的接触面呢，会不会碰合到，或者说是有摩擦到的部分哦。终于要换上新的电池了，你看新的电池多漂亮，多平整啊！比较之前这个电池呢，实在是太夸张了。对啊，因为起了这大汗，不容易。是啊，不知道是什么好料哈。我点可能没有加。这样子才找得到那个冤家债主，才知道什么时候换的呀。我看它底盖那个螺丝孔嘛，好给它撑起来。对啊，不过你拆开之后它就恢复了。哦，是啊。对啊。所以新的也是不建议拆开来装什么东西吧？如果需要保护的话，就什么都不能动。那一动就没有保护了。所以呢，就是一开始 SSD 选好了。对。要再去后来再搞。不然就是过保之后再来用的。然后过保还是这个三年以后吧，一年后或者三年后。所以这样其实铝的这个延展性还挺强的啊。是啊。会断掉。它要小心了。如果超过它的能力，它会变成一条白色，它不会断掉。哦。就像折到那样。对对对。太神奇了。强哥继续为我们的钣金在作战，让他希望能够不要翘得这么大声，翘得这么严重。你现在因为这边已经有点过度撑开，嗯，他本来应该是要这样，我知道，对，那他现在回不去，嗯，不过这样测还好，他中间没有顶到，嗯。使用的时候不会这样子，对，不会敲敲板。敲敲板，对。好，又点回来了，耶！这一款目前用的电池是它的新款的那一种电池，所以它会比原来的容量要再大。哦，所以它校正吗？有，它原来的那个容量大概是6000多，现在新款的是7000多。七千多，对。为什么电脑绿色？那个
那就是最早以前的 ，iBook。对啊 ，iBook 啊，以前才很多颜色，橘色、绿色一堆颜色，彩色。那你看那时候苹果是怎么样啊？绿色。是绿的而已吗？跟现在什么不一样？不会发光。还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叫做荧光绿。哦，它是反的。不错。以前是给自己看的，现在是给人家看的。这个也是很经典的、啊、台灯的，以前的 iMac。就这样，我们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时间呢，强哥妙手回春，把我这个已经增肥的这个 MBS 三寸呢，变成了一个相当纤细的一个 MBS 三哦。感谢强哥啦，谢谢大家喽。